各位記者朋友，好啊！咁咧，首先咧，我就好簡短咁樣介紹一下今日我哋成個嘅拘捕同埋依個嘅搜證行動嘅一啲嘅背景啊，同埋過程啦。咁啊，最尾嘅時候咧，就如果大家有啲咩嘅題目啊，想拎出嚟討論下嘅話咧，都好歡迎嘅嚇。嗱，咁我哋咧就國家安全處啦，喺今晨開始嘅時候咧，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採取咗個執法行動。行動咧係針對一個網媒立場新聞，同埋佢其他人咧係串謀發布多篇係帶煽動性嘅文章嘅。行動中咧，警方以刑事罪行條例嘅第9同埋第10條咧，即係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咧，一共係拘捕咗7人嘅，係包括咗3男4女，年齡咧係介乎34至73歲嘅，其中咧包括咗係該網媒嘅編輯啦，同埋一啲嘅時任嘅董事，佢哋對呢個機構嘅編採同埋個公司嘅策略咧，係擔任住咧係好重要嘅角色嘅。除此之外咧，警方咧亦都係持法院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1下發出嘅法庭搜令，就係搜查多處嘅，包括咗咧係該網媒位於觀塘嘅地址嘅。嗱，依個法庭嘅搜令咧，係包括咧係搜查一啲嘅新聞嘅材料嘅。搜查嘅過程之中咧，我哋揾咗大量嘅電腦啦、電子嘅器材啦、文件啦、電話啦，同埋有50萬嘅現金。保安局局長咧亦都根據咗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3入邊咧，發出咗依個嘅凍結財產通告。咁啊，一共咧係凍結咗上述公司咧係約6100萬港元嘅資產。我哋嘅調查咧係顯示咧，上述嘅機構咧係涉嫌咧係由2020年嘅7月，即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啦，至到2021年嘅11月，係不斷刊登咗多篇帶煽動性嘅文章嘅。嗱，企圖咧係達到咧以下嘅目的嘅，包括咗咧係引起憎恨，或者係藐視香港政府啦，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引起香港居民間嘅不滿。煽惑其他人嘅使用暴力啦，又或者咧係唆使其他人咧係不遵守法律或者係不服從合法嘅命令嘅。嗱，我可以俾一啲例子俾大家咧，就係究竟呢啲煽動性嘅文章入邊有啲咩嘅例子嘅。例如咧，佢曾經咧都形容過香港嘅抗爭者咧係被失蹤啦，係被侵犯啦。記住喎，呢個係喺我哋國安法實施之後啦，已經係離開黑暴嘅事件，係一件可長嘅事啦。呢啲咧全部都係啲毫無事實根據嘅惡意嘅指控，佢擺咗落去嘅文章入邊。另外亦都有咧，佢形容一啲咧結果唔係佢哋預期嘅審訊咧，係一啲咩咧？係同法律無關嘅，係中共赤裸地濫用權力，用法庭咧係要嚟展示隻手遮遮天嘅威能。嗱，呢個咁樣去形容法庭，令到咧香港嘅司法咧同嘅人咧係會產生一個爭拗。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關於形容一個中大事件嘅中入邊嘅警察啦。咁咧，佢又咁樣形容嘅，佢話咧一啲綠色軍裝嘅防暴警察啦，佢哋咧係用啲槍咧係對準遠處嘅黃頭盔。咁咧，亦都咧雖然係隔住咗個呢個防毒嘅面具啊，但係仍然咧就見到咧前方嘅警察咧係開槍掃射，亦都聽到咧其中有啲人講話燒曬佢啦。咁大家都知道，喺呢段一啲案件已經係審訊過㗎啦，有冇見過呢啲咁嘅畫面咧？有冇一啲咁嘅證據提供出嚟咧？居然都擺喺文章入邊，所以呢啲咧都係屬於咧係帶煽動性嘅例子嚟。嗱，經我哋嘅深入調查咧，頭先我哋講嗰啲咧係一啲關於係煽動性嘅文章，但我哋發覺呢啲煽動性嘅文章咧，其實咧都仲有一啲嘅用處嘅。我哋發覺咧，其實咧，佢有一部分咧係要嚟咧係煽動咧係其他人分裂國家，煽動他人係顛覆國家政權，或者係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啦，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嗱，呢啲嘅文章咧，通常係有一啲已經被捕嘅人士啦，又或者咧係由嗰啲所謂行國際線嘅逃犯啊，以博客身份咧係嚟提供。咁有陣時亦都會係用呢個獨家專訪啊等等嘅形式去做嘅。我又俾啲例子大家，
曾經在一個國策文章入邊咧，嗰個作者啊肆無忌憚咁講，佢話佢當時咧係舉辦咗好多唔同嘅集會，創立咗代表團咧去唔同嘅國家遊說，撰寫多份嘅制裁名單。咁呢啲唔係請求外國制裁，又係咩嚟嘅咧？又有另一個例子喺個專訪文章入邊咧，作者咧又毫不修飾咁樣講 ：Only when having two countries, you can have two systems。嗱，我係純粹讀呢樣嘢啫，這個唔係我演繹嘅英文嚟㗎嚇。佢亦都講出一樣嘢，依、這個就係等於佢要指出嘅香港獨立。咁呢啲又好明顯啦，係煽動呢個分裂國家。所以縱觀以上嚟講咧，我都可以講出一樣嘢咧，其實有好強烈嘅證據顯示咧，該網媒咧同所謂行國際線嘅逃犯或者係人士咧，係容許合謀利用佢自己嘅平台咧，係煽動其他人憎恨特區政府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啦等等咁樣嘅情況。